吃饺子，你们喜欢蘸什么呀？醋、麻酱，还是和我一样最爱辣椒油？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张图。好。double 碳水，你别说，还挺好吃的。所以真的有这种吃法吗？听说每个北方人都会包饺子，就和每个四川嘞家里都有养大熊猫一样。今儿我们就来包饺，不是，今天我们就在懒人常备的速冻水饺上动动手脚，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没有好好吃饭了。第一种做法，麻酱速冻水饺。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点点的葱花和蒜末，取一个小碗，撒上新鲜榨出来的葱花和蒜末，一小勺辣椒粉，一小勺熟芝麻，浇两勺热油，一勺生抽，一勺陈醋，一小勺白糖，再加上一勺灵魂麻酱，搅拌搅拌，然后煮好水饺就可以浇上开吃啦。我自己吃的话还喜欢再加一点的油泼辣子和花生碎，真的是四川味浙江风味了。有没有超爱麻酱的小伙伴，弹幕扣一个胡辣，让大家看看麻酱的魅力。第二种做法，爆蛋煎饺。取一个不粘锅，涂上一丢丢的油，摆上饺子，中小火煎到底部微黄，就可以倒入饺子一半高的开水，这时候盖上锅盖，中大火煮，水快收干的时候打开锅盖，加入提前打好并且加了盐的鸡蛋液，快凝固的时候撒上葱花和黑芝麻，我们的爆蛋煎饺就完成了。焦香的鸡蛋包裹住华丽变身为锅贴的饺子，不想洗碗的也可以直接抱着锅啃。早上要是有人能给我做这么一份早餐，我就再也不取锅了。第三种做法，雪花煎饺。二取不粘锅，放少许的油，同样小火煎出微黄，这时候和爆蛋煎饺的水量一样，但是我们加的不是开水，而是1:10调配好的水淀粉。这时候可能有小伙伴问了，水淀粉是什么？水淀粉顾名思义就是水加淀粉，1:10的水淀粉也就是1、2勺玉米淀粉。再用同样大小的勺子，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勺水搅拌均匀，就是我们要的1:10的水淀粉啦。浇上水淀粉后盖上锅盖，中大火煮，水快收干的时候打开锅盖，取下我们的锅，找一个能够 hold 住饺子的大盘子，直接扣上，轻松一翻。轻松一翻，这次我们的雪花煎饺就做好啦。那么有雪花纹的煎饺会更好吃吗？当然会更好吃啦。这时候就有弹幕说了，你难得才翻一次车，但是我们经常翻呀翻呀翻呀，来了就是包教包会的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们翻车呢？这时候就该隆重介绍我们超贴心的湾仔码头黑段甄选系列雪花金丝煎饺。刚收到客户爸爸寄来的饺子的时候，我只想说，不愧是大客户爸爸，这么多包是怕我翻多少次车。但是湾仔码头黑段雪花煎饺的简单易操作程度，让我第一包就煎出了非常完美的雪花纹，拿我过往的翻车记录做担保。你只需要一个不粘锅和会下饺子的手，不需要加水，也不需要加油，直接盖盖，开中火，5到6分钟后就可以开盖了。看这个雪花金丝，自己就已经隐隐若现了。轻轻晃锅，使雪花底受热均匀。等到收汁完成，底部的雪花脆底也全部变成了金黄。这时候扣上一个大圆盘，只需要8分钟，一份拥有完美的雪花底煎饺就完成了。一口鲜到上头的秘制三鲜猪肉，再来一口仿佛自己身处露营基地的日式咖喱猪肉，一口麻到停不下来的川派麻辣猪肉，一口甜到爆汁的金黄玉米猪肉，和我最喜欢的经典味道，咔嚓咔嚓的马蹄，鲜嫩无比的韭菜，和猪肉完全融合在一起，吃完也不觉得嘴里有什么异味的宽叶韭菜猪肉。
万载码头黑段甄选的雪花尖角，不是只有颜值高、好上手的优点，他们是下了真功夫在尖角内线上的。不同于其他尖角用的熟线，万载使用的是全程无加热的深线。深线的好处就是可以更好的锁住肉馅的汁水，同时保持肉质的鲜美口感。搭配上精选的猪前腿肉，这就是万载码头雪花尖角美味的秘诀。你们最喜欢哪个口味的饺子呀？我最爱的果然还是韭菜猪肉和玉米猪肉，经典中的经典，吃到80岁我都不会腻。这种在家就可以享受的大厨级美味，趁着双11，我们一起囤一些吧。京东现在还有满199减1100的优惠券，还有超值换购的优惠，让美味不间断，翻锅不翻车。取出烤盘，铺上亮眼的大红毯。饺子们自觉站好堆后，给他们的脸上抹上适量的油防防晒，不然在烤箱里一不小心就烤黑了头。烤箱220度，烤上20分钟就可以出箱了。每家的烤箱脾气大小都和你对象一样，只有你最清楚，不对，你没有对象，所以摸不透的话可以先烤15分钟再做观察。四川嘞，四川人。